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。 2020年，因为发生队内霸凌争议，宣布退团退出演艺圈的 A 委队长启明，在今天1月8号自己的生日，时隔1年6个月更新了 IG， 公开了自己的近况。今天启明上传了大约2分钟左右在伦敦拍下的散心影片，并留言给我最亲爱的人惊喜礼物，也在影片中唱出了背景音乐的歌，而这段歌词内容也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。我必须离开，就是这么突然，去一个没有人知道我的地方，时间过得好快，我一天一天习惯黑暗，去他妈的你亲切的笑容，我现在不需要同情，我要创造我的世界，我必须要前进，必须前进前进，我会向前，然后我知道我所爱的全部都消失了，我失去了我的一切，除了我自己。当然现在也是有少数相信米娜的网友们，但是大部分的留言都是生日快乐，希望以后只会有幸福的事情，对不起之前只听米娜的话后说你坏话了，虽然不知道还有没有资格应援你，但是希望你能加油，在不清楚整个事件一开始就误会了你，真的很抱歉，启明加油，生日快乐，希望你能知道还有很多等待的粉丝。下个消息是在1月4号 Scarpa 最后一集结束的时候播放了2022年夏天将会开播 Scarpa 的预告，但是因为前阵子发生过男舞者们集体攻击 Monica 的事件，所以网友们的反应非常不好。而对于网友们的负面反应，有男舞者在 IG 留言反正播放的话还会追，还说不要。然后另一位舞者留言，不要再骂我了，太过分了，我马上就要出演 Scarpa 了，我也会有很多粉丝的，到时候我的粉丝们会代替我报仇，这是真心，我真的受伤了，我心灵很脆弱，不要再骂了是吧。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，以为出演 Scarpa 就一定会有很多粉丝吗？要兼备人品颜值实力才可以，有粉丝了就会报仇，可可可，你的三观已经完蛋了。 Scarpa 出演者们都是因为可以将自己的舞蹈介绍给大众们而兴奋，他们看起来却像是因为会有很多粉丝而兴奋，所以更令人讨厌，最起码要向乔诺基长相的人说反正会喜欢还说不要这类话的话啊，他干嘛好烦，但是无法反驳会这样，但是这些鱿鱼们到底在干嘛。鱿鱼就是指长得很丑的人，不过乔努基长相的话会有人说不要吗？ Scarpa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以漂亮受到很多关注的四代女爱豆们， Aespa、 Karina、 Stacy、 Yoon、 여자아이들 미연、 이지 유나、아이브 장원영、 Aespa 윈터。所以大家最喜欢哪一个漂亮呢？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好不会。